好，我们目前签到人数15人，已达到开会人数，本席宣布开会。财政税务局张局长、主计处陈处长及各单位主管，本会各位议员同仁以及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三，本会第二届第五次定期大会，现在要进行的议程是财经部门、财政税务局及主计处之业务报告及质询。我们先向各位议员同仁报告一下，今天请假的单位有财税局台南分局主任许耀珠许主任、主计处公务预算科长陈忠诚陈科长。我们首先进行业务报告，先请财政税务局张局长业务报告，麻烦张局长做业务报告，张局长。大会主席王议员，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现在由财税局来做业务报告。财税局的工作报告在79到83页，那么现在就由本人来做这个摘要性的报告。第一个部门是加强便民服务的效能。财税局创立了多点跨区全功能的税务服务柜台，在本市的地政事务所、永康、东南、御景、白河。对不起，局长，能不能你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很不清楚哈，麻烦局长。监理站、台南、麻豆、新营、善化区公所设置8处的点。多点跨区全功能的服务柜台，提供使用牌照税、身障免税、地价税、自用住宅、房屋税使用情形变更及地方税单补发、核发证明等28项服务，自105年12月19日增设归仁、安南及麻豆地政事务所等3处。由原先的8处扩充为11处，提供民众在地就近办理税务业务。那么，在105年9月1日实施，已到目前106年2月底止，一共服务21573件，占本局服务量的24.67%。第二个。辅导直接退税，义务人免于往返，持续推动直播退税方式办理退免税，避免义务人来回奔波。直播退税的比例由104年12月的30%提升到106年2月的91.16%。第三。积极推广电汇付款及提供查账网站，使支付迅速、安全、简洁、便民。那么，从105年到的支付比率的电汇的比率达到98.98%，比104年的98.63%呢，成长了0.35%。第二大项是税入预算执行及公共债务情形。税务预算，本市105年度总预算税入预算为705亿6000余万元，截至105年12月底，累计实收数696亿5800余万元，执行率有98.72%。106年总预算税入预算是741亿1000余万元，截至106年2月底，实收数140亿6000余万元，
执行率18.97%。公共债务情形，截至2006年2月底，本府长期债务523亿5000余万元，短期债务142亿9000余万元，合计666亿4900余万元，符合公共债务法规定的比率。第三大项，合理调整房屋标准单价，落实居住正义及维护租税公平。本市房屋标准单价业经不动产评议委员会重新评定，2006年6月24日公号令公告，并至2005年7月1日施行。第二，本市重新的评定的房屋标准单价是参照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重建单价标准，并为基准，并以其45%为新的单价。付款支付情形，运用资讯科技及改造作业流程精进支付作业，2005年陆续分阶段实施支付凭单电子化，缩短付款时效1至5天，提升付款效率，朝电子支付化政府目标迈进。第五大项，公产管理。第一，积极推动促餐业务。2000年至2006年2月止，本府促餐案件签约的有中西区建新段等19件，签约金额266亿2000余万元，获得行政院奖励金有1亿5000余万元。目前正推动的促餐案件有16案。第二，更续办理市有闲置土地及建物媒合活化。2000年至2006年2月止，即媒合西港老人活动中心等74处，提供各机关执行业务所需的场所，活化市有闲置房地及节省市库支出，共可节省购置办公用地及厅舍支出44亿余万元。第六，烟酒管理。烟酒绩效考核及查缉绩效，2005年即获全国第一名1次，第3名4次。查获私掠烟品1,029,000余包，私掠酒品22,900余公升。第二，辅导本市基层金融机构强化营运体制，监管落实内部控制，辅导本市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强化营运体制，防止舞弊事件，对台南信用合作社共办理4次资产查核，并要求按照一般性及专案查核等内部控制作业为改进营运的缺失。第七，税捐稽征业务。第一，税客收入预算执行情形，截至2006年2月底，税客收入实征金额为13亿7000余万元，与全年预算数5.96%，与上年同期比较，增加50.18%。第二，税捐清查总计增加税额3亿7500余万元，其中执行房屋税使用清查情形有83000余。
地价税28000多件，身心障碍者免税车辆清查有3544件，娱乐税清查有21件，印花税清查有411件。第三，税捐稽征服务。第一，开办土地增值税受理简易申报案件，节省当事人往返时间，计受理215件。第二，受理房屋移转契税申报，主动辅导申办房屋使用情形变更及地价税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共9700多件。第三，网站设置房屋税标准价格调整专区，提供民众试算房屋税，计有8000余人运用。第四，105年公告地价调幅缴据，为降低民众冲击，建制105年地价试算查询专区，供民众查询。第五，为减轻民众租税负担，105年地价税自用住宅用地、各项事业用地申请延长至减免的减免申请期限延长至105年11月30日止，共计11105件。第六，105年部分民众地价税负担增加，订定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受理民众申请地价税分期缴纳原则，就105年地价税较104年地价税增加超过50000元者，给予分期，共分6期来缴纳，受理45件。第七，提供便民服务，申请身心障碍者申请免征使用牌照税，采现场审核方式办理4370件。第八，为保障纳税义务人权利，本府财税局于核课税捐或财罚分处分前，事先通知并给予纳税人陈述意见的机会，计337件，到场陈述者有98件。第四，欠税清理与执行，办理欠税及执行凭证清理，105年度移送执行案件93813件，金额5亿1200余万元。106年2月底办理移送执行案件有2657件，金额1100余万元。第二，协调法务部执行处台南分署加强扣押欠税人的财产，并劝导分期缴纳。105年征起以前年度欠税案件有52630件，金额3亿5000余万元。106年截至2月底起，只征起以前年度欠税17000余件，金额2亿7000余万元。第五，稽征业务绩效考核，财政部办理105年度。租税公平重点工作、地价税税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业，荣获甲组第三名。房屋税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业，荣获甲组第一名。税捐稽征机关防止新欠清理旧欠竞赛，荣获甲组第二名。第八，加强为民服务办理情形，利用媒体宣导办理租税
各项咨询，解答疑难。一，行动宣导，前进各行政区针对房屋标准单价及便民服务措施举办35场说明会，运用各机关团体办理活动时宣导新的税令、节税方法及便民服务设施，办理106场次。第二，由首长及一级主管接受地方有线电视台节目及新闻专访，让资讯普及社会各阶层。105年受访24次。那么利用电台节目专访扩大宣传有14次。另外，我们也善用 Facebook、Line 等现代化的沟通的工具。第二，设置全功能服务柜台，提供163项快速便捷服务。第三，结合本市市民卡，电子票证临柜缴退税服务，便利民众以市民卡一卡通来缴税。第九，推动税务自动化作业办理情形，推动税务自动化作业，推广地方网络申报系统，透过系统进行申报作业，落实以网络代替马路的一化目标，申报案件88000余件。第二，每日办理税款消耗作业，避免税款溢缴及减少办理退税作业，减少民怨及社会成本。抱歉，即办理796000余件。第十，端正税务风纪工作，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办理公务机密及安全维护宣导28件。第二，办理廉政伦理规范相关事件登录计21件。以上是财政税务局的工作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教。那个是我们财爷，你是吊钢耶，让声音大家听不到，还是我们议会的麦克风有问题？是不是帮我们查一下好不好？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个声音那么奇特？刚刚议会同仁都已经打电话跟我说，根本都听不到。我们张局长的那个报告的内容，大家都听得不清不楚的。那个帮我试一下麦克风啊，你们都不动不叮当，喜安呢？试一下，看那个声音是不是出不来？喂喂喂，那声音很正常啊。财爷，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啊？你为什么刚刚我讲的声音那么小，你还是让他声音那么小？结果同仁就跟我讲说，什么拢听无？你刚根本没有对准麦克风的一个适当的距离，所以我们都听不清楚。好，来，陈处长，不要再让我们听不清楚哈。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还有记者朋友，大家早安。主计处工作报告主要的期间就是105年9月1日到106的4月止。那主要的工作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筹编本市106年度总预算案和附属单位预算中计表。那这个在105年9月13日已经送到贵会审议，也经贵会105年12月27日来审议，修正通过。那再来就是办理106年单位预算分配表的一个核定，我们在106年1月中旬已经核定完竣。
在今年在也是汇编，另外一个是汇编105年度总预算第二预备金。那第二预备金我们在106年3月16号已经送贵会来审议，也排入本期的本次也那个会期来做审议。那再来就是有关会计工作的部分，会计工部主要是在加强内部审核，然后采书面审核或者定期或不定期的一个抽查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105年9月到12月31日有抽查本市一级机关单位和区公所的一个会计业务，包括有16个一级机关，然后还有单位和区公所的一个会计查核。那本府第一预备金的一个执行情形，105年度编列1000万元哦，动支了121万9千元。那106年度也编列1000万元，到现在还没有动支。那在订定会计制度，强化政府会计管理的部分呢？行政院主计总处它已经开发完成了新版的县市会计系统。那所以我们主计处在12月中旬也研定完成这个一个整个的推动计划，在12月21日开始办理一个研习，然后已经办理2个场次已经完成了，那预计再陆续还要办理4个场次。那在决算工作的部分呢，105年总决算一个筹编哈，那我们原则上目前已经筹编告一个段落哈，将来要送审计处还有贵会来参阅。那在统计工作方面呢，在公务统计部分，我们主要是推行本府的公务统计方案的执行和管理哈。那目前呢，我们本府单位所属已经增订18表。删除3表，然后有修订49表。那在办理公务统计报表的编报审核和管理的部分呢，这个部分也都是有如期完成来编报。那在公务统计工作检讨和教育训练的部分，我们在109月20日有召开一个统计业务的讲习，那参加人数也是有117个人。那我们目前也在推动各一级机关和区公所订定统计业务实施计划还有执行情形的一个检讨的作业。那我们也已经收集汇编完成104年台南市统计年报，还有104年台南市性别图像等，已经有上载到那个我们的一个市府的一个网站。那办理职务上应用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已经完成研编分析6篇，还有统计通报有18篇。那在调查统计的部分呢，我们有核定了社会局台南市老人生活状况和福利需求的调查，还有105台南市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需求调查等2件。那除了我们自己台南市办的家庭收支调查，我们大概每一年有1500户，还有到目前为止办理家庭收支记账调查有588户之外，我们也有配合中央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目前完成到105年9月到106年总共的访查16605户，然后有搭配一个专案调查是妇女婚育和就业调查有1724户，那也配合中央去做一个受雇员工的一个调查。那105年9月到106年3月共办理了2380个家次，汽车货运调查有394家。那我们106年开始办理有105年的工业和服务业普查，这个是5年一办理一次，这一次是第13次来办理。那我们在2月6日已经成立工业及服务业普查处，然后各区公所呢在2月16日到2月16日也成立普查所，那我们普查处到8月15日结束组织，普查所在7月15日结束普查组织。那整个调查期间是从4月15日到6月15日，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这是属于实地调查的部分。那专业调查的部分呢，原则上是到6月30日到6月30日。那这一次调查的规模有将近106500多家哈，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但是这个是5年一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调查，请各位多多支持。以上的报告，请各位议员先生女士多多指教，谢谢。
好，谢谢陈处长的业务报告。我们接下来进行业务质询的议程。我们先向各位议会同事说明一下，依照本会规定，业务质询时，财经委员会议员优先第一轮质询，时间均为十分钟。第二轮则不分委员会，依议员登记顺序质询。该委员会议员之质询时间为十分钟，第二轮的时间也是十分钟。非该委员会议员质询时间为五分钟。如该委员会议员于第二轮质询中始到场，主席应让该议员优先于下一位质询，时间是十分钟。第三轮以后，依登记顺序，每一位议员质询时间均为十分钟。我们就照这样子的原则来进行。如果各位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我们就开始议员的质询。来，我们有没有哪一位议会同事要按铃质询？张世贤议员是不是？麻烦各位按一下我们的灯呢。好，来。好，谢谢主席哈。张局长，我请问你一下哈，你来台南县跟台南市当中几栋啊？报告议员，今年是第二十一年。卡声音啦，我听无啦。第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呢？还是。啊，今年搞都搞不到了哈。但是进前吼，你做甲我小可会甲伊欣赏吼。啊，最近吼，我对你无啥欣赏诶。哦，张市长。咱这个啊，做政府吼、要推动所有的这个建设也好，啥活动拢是爱经费吼。所以讲，你这火车头吼，你这裁员吼非常重要啊。即我讲吼，爱开源节流啦吼。是。但是我讲你啊吼，你即马这个这开源吼，你用这个步数吼，无啥对呢。哦，这个啊做咱的房屋税甲做地价税吼，人是无爱加遐悬呢，是你最可以何收呢？你坚持讲要加遐悬的呢？啊！你吼，我对咱台南市的这个百姓的这个房屋税，甲这个做地价税吼，甲扣遮悬哦。啊！你这经费是要哪处理啦？加扣遐侪钱是要哪处理啦？我问你啦。哦，因为主要是因为咱那个两到四岁的婴啦，哈，那个读个幼儿园啦。他的补助从一万提高到三万。那我再请问你啦，是，你要承认讲这税金是你坚持要加的无啦？这个不是我决定的，就人大拢讲你啦，啊，我嘛讲你啦。是因为是我税务局负责的，没有错。你唔担当，你敢讲这讲的爱坚持要收好啦？我讲你听啦，你这咱的这个台南市政府有几个基金啦？这个基金呐、啊，这是陈处长管理的。我阿问好啦，有几基金啦、啊？你唔知影吗？21个。啊，十几个，这钱爱用无？这全看专用呢？对。爱用无？咱的大市长方面，你要下任嘛啦？啊，这钱爱用无？拢平常时拢有伫咧用啦。啊，拢有伫咧用。安尼，你我当你将基金的所有基金的这个啊，做资料列就弄我。OK。啊。好。我看你有在行啊，无在行。啊，确实讲市长都走啊，都明年下期嘛了，啊，这行会了未？伊要行会了未啦？我请问你啊，你行会了未啦？近是安尼啦，因为近集中支付哈，因基金要用到钱的时阵，阮都会行啦。你钱干哪用去啦？吼，啊，无你嘛讲伫大市长哦，要下期了，你共行行的，要招哪个招？啊，唔才有生意。啊，无你招怎啊皮的，怎啊唔行？啊，那那担一担一的，啊，你行，你行，啊，有这你行哦。你即摆是要骗什么人啊？啊，无你嘛讲市长吼，伊就下去嘛。啊，这钱该行行的，啊，你要招哪个招？换别人市长来招。这个我们尽力来做的啊尽力来做这个。做会到未啦？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做。啊，本来就爱行啊！啊，什么人进来，什么人就爱招啊，招啊，什么人就爱行啊，爱行行那个招啊，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从以前就一直延续下来了。好、哦，
我讲你啊，你莫乌龙蛇刀啦，乌龙蛇刀人也看有啦。你把迄个基金的迄个所有的资料传一份给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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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主席啦。张议员，你 OK 了是吧？来，赖慧媛，赖议员，请发言，十分钟，发言时间十分钟。谢谢，谢谢主席哈，那个财政局长，财税局长哈，本席针对了你的79页哈，就是我们税入的预算的执行。在105年度的总预算，你所有税入的预算是705亿，705亿哈，那尾数我就不讲了哈。那到了这个12月的时候，你到月底的累积实数是696亿，那执行率是98%。那你觉得对这个执行率，局长，你个人满不满意？这个执行率应该是这个不到20%的执行率。你是说98%应该是 OK 了？98% OK， 对。可是这个是105年度嘛，哈。那显然在106年度，你2月底你已经实际收入的那个税入是140亿。对。好，那也快接近20%嘛，哈。到了执行率是18.97%，是。那显然就是说，在财政上的一个控管，就是都维持在20%。这个跟蔡议员报告哈，1、2月我是赖议员啊，赖议员，抱歉，跟赖议员报告哈，1、2两个月啊，没有大的税收。是。好，所以如果是到4月、5月就有大的税收。是。所以他到时候他这个。所以没有办法说很平均这样子啦，没有办法很平均啦，哈。是。那起码就是说，我们找它的平均值，在1年的12个月里头，大概你税入的执行率都是20%，接近20%。大概是。105、106也都是这个样子。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财税局在整个就是说统筹我们台南市的。转播诶，医生来，对，你是非常平稳的。那今年因为我们房屋税的一个税收开始，就是要开始征收了。是。局长，从去昨天到今天开始陆续，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已经收到了这一个房屋税的税单。是。那你预计今年？会多增加多少税入？纯粹就这个房屋税的部分，纯粹就这个房屋标准单价的部分了哈。这个部分调整增加了大概有12亿啦，哈。12亿。对。这是一个部分，你要用在社会福利的部，就是这个局部的时候，你打算怎么样分配？跟赖议员报告，最主要的就是说帮助年轻人。所以呢，我们把这个2至4岁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补助啊，从10000块提高到30000块。是。是这样。所以局长，你认为这样的社会福利，尤其当今的少子化，当今的少子化，你认为就是说，从10000补贴的津贴，把它提升到30000，你就你干不搞？跟。才赖议员报告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内部开会了哈。是。那市长也认为说，是不是在幼儿的部分，整个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不景气哈，大家对生孩子基本上已经是哈，已经畏惧了。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哈，像我生了3个孩子，我生了3个孩子，我常常还被笑还被笑所以说你这样的补助。是不是我觉得偏低了？因为你要鼓励年轻人嘛，他就业他的薪资已经是低了，然后就是房屋的所得，其实基本上已经都不能用我们的薪水去支付了。你看，我看昨天的那个晚报，他讲说整个台北市的年轻人，他要不吃不喝，
十年才买得起一栋房子哦。这个房子可能它只是一个1000万的房子。那南部当然没有那么急迫，就是买屋基本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这个生意津贴这样的一个补助方式的话，也不足以鼓励我们台南市民，尤其台南的年轻市民多生孩子。我认为是应该还有一个讨论的一个标准呢、我非常敬佩赖议员 的想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认同，谢谢。个人也有这样的认同，是是，可不可能调整？我想已经有市长也有这样的想法，是是。好，那局长，我再请教你哈，在今年三月，蔡英文总统责权林前部长，他所提出来我们未来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八年多少钱？8800亿。8800亿，那我们台南市在目前我们争取到多少？就我知道的，目前行政院有同意的大概在1400亿这样。好，这个1400亿哈，台南市分配到1400亿，目前争取到的，那你我们大概都把它规划在哪一个建设里头？这个细节。我就没有非常的清楚，因为有的还在规划，有的还在陆续承包。好，局长，你讲得出来的清楚的大概这1400亿，我们的先进的交通运输系统，还有绿能产业。好，绿能产业、先进的交通运输系统，还有治水，是是。好，有轨道的交通计划哈，交通计划我们。台南市会怎么样去分配呢？这1400亿，这个部分目前知道的大概有400多亿了。有400多亿。哎，对。好，局长，那这样子的话，这400多亿用在交通方面，用在交通方面的时候，我们中央跟地方它的分配款怎么分配？这个还没有确定哈。为什么会还没有决定呢？因为精确的数字了，精确的数字的一个那个比例的一个分配，还是6:4？就是先那个赖议员，您刚才讲这个精确大概是这个范围，但是精确的数字我们还不清楚。好，大概是这一个范围。那局长，整体来讲的话，台南市怎么样，就是多支付这些钱呢？第一个，我们在12个重大的开发案里面，我们预估大概有200到300亿的这个收入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举债空间100亿还是200亿呢？局长，你要把这个数字讲得非常精确，因为这个是艺术工，咱台南市政府这几年其实省吃俭用是有欠着钱啊，所以讲咱要来借钱是无问题，信不信呢？那个是举债的部分、啊，你绝对有这种自信。举债的部分，我们还有举债空间，大概有670亿。好，有举债的空间670亿。所以说咱自有财源的部分，自己创造的财源部分，大概至少有200亿这样。好，那接近了900多亿。是是。这900多亿，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规划，对于这些就是基础的前瞻的基础建设里头，咱家己地方我们自己要自筹的，显然都没有问题。在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呢？目前知道的是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在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社会福利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这个是社会局的业务，我就不方便讲。但我心里也是这么想，是。可是我想，社会局要花什么样的钱，提什么样的计划，当然要跟财税局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沟通。因为你是在意啊，你是关紧的啊，你有钱，我们才敢做计划，才敢推动啊，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讲呢？应该是如此的，应该是如此嘛，哈。所以我想局长在整个就是说财税方面，你表现得非常的一个出色。那整体而言，就是说
这七年来，就是整体的台南市的一个财税哈，那也处理得非常好。所以讲，在迄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存钱，还可以还钱。那基本上就是说，前瞻基础建设的这一些自筹款，一定完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期限非常的长，是它要到11年左右。到11年左右，对，所以这11年我们还会有陆续收入，所以你可以做好非常精准的一个财务控管分配，每一年逐年的编。我们会配合中央的计划来编，是这样。当然是一定要配合中央的计划来编的嘛，哈。你目前知道的就是140。好，是不是我们赖议员二轮发言好吗？来，我们接下来李退之李议员，请10分钟。谢谢主席。张局长，这个有关于这个刚刚所谓的税务预入执行率的问题哈，那个您作为政府官员，其实答询是要负责的啦。那当然，议员的部分是有言论免责权，所以可以这个可以有空间哈。你这个全年的执行率98.72%哈，其实是还有值得成长的空间呢，在税入的部分，不管是这个你要自由的裁员，或者是其他的收益的部分，这个其实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有关于这个 BOT 的部分等等的，是还要再加强，是还要再加强。那全年的平均的执行绝对不是20%啊，你这累积的执行是到98点几。其实税入如果能够成长到超过100%，那都还有值得努力的空间呢。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好不好？是，继续加油，好不好？另外，有关这个有一些这个公平正义的问题，我想要跟你探讨一下。过去啊，这个案子因为贵局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哈。长久以来，这个过去台湾这个水利的这些渠道啦、灌溉或排水的渠道，往往在过去会有一些利用到民地、民间人民的土地的这样的状况。那现在可以把它纠正回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已经占用了民地这条水沟、灌溉渠道，已经占用了民地，占用了几十年。那旁边就是公有地，但或许本来规划的时候，它这条灌溉渠道本来就是要走公有地才对啊。那结果他不小心，也许拐了个弯，多了个几度，然后就占用了民间的地。那民间或许过去也觉得说啊，这个灌溉嘛，大家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也不计较。但现在因为你也知道，比较靠市区内的这些农田啊，灌溉渠道很多都已经废止不用了嘛，因为市区里面的灌溉的农田也很多都已经变成住宅区啦，变成其他的东西了。那当这个灌溉渠道它要回复农田水利会，它要到公有地，它要把它改到它不想再占用民地了，民间也希望它能够还把地还给它。那把这个渠道改回来用公有地的时候，台南市政府能不能把这个土地租给水利会，让它来做灌溉渠道使用？这是一个协助人民土地正义，要把真正人民的土地还给人民啊。那为什么你们研究那么久，一直没有办法给我本席一个肯定的答复呢？如果是这个部分，可能要问水利局了。对、水利局跟公务局说要问你们啊，因为土地是有地是你们管的啊。有没有说不能租给水利会？如果说他，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哈，租给水利会，我们是有。在财产管理规则里面，我们是有定有这个是政府机关啦。是。如果供这个有几个四个用途是好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出租啦。好，公共事业。那水利会是一个依特别法成立的一个人民团体嘛？那今天它也是为了公益来使用。是。那今天本甚至还有水利会的这个会法的这个修正案。说这个可能要类似改为官派的会长，那这样子的一个
还地于民有关土地争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是能够把让这个灌溉渠道走回到公用的土地上面，然后把占用长久以来占用民间的土地还给人民才对啊。这是因为我想李议员非常清楚，是以前在台南县政府的时候，他这个渠道或是农路啦，啊，大部分都是地主啊自动拿这个同意书出来，然后政府在那边兴建呐、啊。以往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那是没有财力征收或者是来租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有这种爱乡爱土的精神呐、啊，因为这个是对大家有益嘛，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是这样。那个很多都是因为防洪啦、啊、等等的需要嘛。是是是是。对。可是今天的状况不一样，今天是在都市计划区内，在都市计划区内，过去的水利会的灌溉渠道占用了民地，他也没有使用同意书。对，那他现在他想要还地于民，那旁边就是毗邻的这个公有地，那而且这公有地也不是建地，也是公共设施绿带，那也不可能拿来盖房子。所以市政府对于这样子还地于民的这样一个能够实现土地正义的表现，是不是可以协助来解套呢？这个应该可以协助，是好，应该可以协助。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为了 排水跟不要再说问公务局或水利局了，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协调了很久，就在等你们财税局的答复啊。是，所以这个部分长久以来，其实过去这个针对于灌溉的利用，针对于排水的利用，有时候人民也分不清楚，这反正是公用的嘛。对。那他也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政府还是怎么样。那是后来在制度上把水利会化为是人民团体，而且是一个依照特别法成立的一个人民团体。那他也肩负了很多所谓政府赋予的任务。那现在这几十年来，这个在都市计划区内这块土地，人民有要做利用的状况了。那水利会也愿意租用私有地，把这个灌溉渠道还到正常的这个公有地上面去，所以把原来占用的民地还给人民。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在法令上能够得到解套的空间呐、啊。我跟李议员报告，在我们的财产管理自治条例里面，是我们是规定这样的：空地、空屋，哈，除公务，啊，公务是没有问题。第二，公用事业，啊，还有兴办民营事业或防治公害使用，这个是可以。那所以这个算不算呢？公用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公用事业里面。那对，那这个应该算公用事业吧？如果说这个主管机关呢，哈，认为它是公用事业，我想我们就可以适用这个来办理。好，那我们朝这个部分来努力，好不好？另外，水利法看看有没有可以突破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那另外就是针对于这个，其实有关于要把这个房屋税用在主要开辟的财源，用在这个协助我们这个幼教幼保的这个部分，然后让这个幼教券能够提升从一万每年1万块提升到3万块，是这我想这个用途哈是非常正面的、啊。是，其实因为这个倒不是说真的能够多鼓励生育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台湾作为一个全世界生育率几乎接近垫底最低的一个国家，整个年轻人生育的这个意愿不光是一个幼教券就能够解决了。那所以就其实这个政策一出来，我自己也很开心啊，因为我这3年又生了2个啊，所以这个马上这个即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德政，我今年三岁的这个老二马上就可以进幼儿园了。那可是真正的居住的问题啊，居住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就轰隆轰隆的在讲这什么年金改革什么的，可是其实真正对年轻人负担最重的，还是一个住房的问题啊。对，一个真正住房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一个得到一个年轻夫妻没有办法一个得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哈，对生育的意愿也是差很多啊。所以今天在日本有一个小镇，
它是全日本生育率最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它就是开辟了用很多公有的这个住屋跟这个土地来开辟很多青年住宅，让这个年轻的夫妻能够自己有一栋哦，不是一户哦，是一栋独立的住宅，然后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空间，不必跟父母同住，不必跟其他的挤在一个公寓里面，所以这个对他们的生育率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所以本席一直在推动的这个青年住宅的政策，虽然现在中央似乎因为这个前瞻基础建设啊等等的社会住宅这一块好像比较声音没那么大，但是针对青年人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居住空间，用平价的方式提供给年轻人，然后把这个幼儿园啊、洗衣店啊、超市啦、啊、公车啦、啊，通通都拉进来这个社区里面，这样的一个公办来开发的一个青年住宅，希望张局长未来能够继续支持下去。是，这个我也非常认同这种想法。是，好，那拜托一下，谢谢。好，谢谢李退之议员。我们接下来唐碧娥唐议员十分钟。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我们财税局的张局长，针对我们台南市政府工作报告哈第八十页，烟酒管理的第二条哈，辅导本市基层金融机构强化营运体质，监督管理落实内部的控制，积极辅导及监督管理本辖台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拓展业务，增加营收，强化营运体质，防止舞弊事件。期间内对台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共办理四次变现性资产的查核，并要求该社确实执行一般性及专案查核等内部控制作为，改进稽核时所发现之缺失，以稳健其发展运作。现在信用合作社大概所有的信用合作社大概只剩下三信嘛，对，那三信他们现在总经理这个礼拜五要退休了，那现在你总经理总是不能出缺嘛，对不对？除了说主席之外，总经理你不能出缺开天窗啊。那三信稳来到我们市政府，然后我们市政府稳到中央的金管会，结果中央的金管会没有问题，稳下来了。但是我们反而我们地方台南市政府的财税局有意见，我不了解为什么中央认为没问题，那我们地方我们的财税局张局长你认为有问题，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中央已经没问题了，中央当然了解这个状况嘛，整个三信的内部的一个运作，或是说这个他们的业务嘛，所以中央已经认为没问题的，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中央认为没问题的公文也发给我们财税局了，但是你们却认为有问题，那请问问题在哪里？礼拜五人家总经理就要退休了，今天是礼拜几？礼拜三。礼拜三了、那你要去代理他们的 总经理吗？要不然你要 叫他们总经理出缺啊，开天窗吗？谁要来管理？跟唐议员报告，每一个团体他们都有人事制度，他不会说因为总经理出缺，他也有代理的制度啦，是这样。我跟你讲，那是不叫代理，他那个时候是叫管理，也通过他们理监事的一致的通过，所以我不了解，中央都认为没问题的，竟然来到地方，在我们台南市政府的财税局，你们竟然认为
有问题，那你们是在刁难人家吗？有什么问题你又说不出所以然来，你说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央的金管会认为没问题，你财税局张局长你认为有问题？有问题哪一点有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你说。跟唐议员报告，金管会给我的公文，它有机密等级的限制，我不方便在这边做报告，非常抱歉。机密，所谓的机密会比国防机密还机密吗？没有，他给我的公文，你就算是国防机密，也应该向立委委员报告。但是不是，那你今天什么机密？不是公开的，我们应该是在监督你们市政府的。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要请教议会。有什么机密可言？他给我的公文上面的有什么机密比国防机密更机密？那这是其他国防以外的机密了，所以我说，比国防更机，这个机密能比国防更机密吗？我不敢说。什么叫不敢说？因为他是他有机密的等级。当然，所有的机密是以国防最机密、最机密了。况且还开放让立委了解咨询。但是他可能不是在公开的这样子的咨询的场合，我讲的你都完全不了解，当然是没有开放给记者啊。所以就是在委员会里面来审查你国防部要采购什么武器，需要经费多少，我们采购的这些武器是不是足以防卫我们台湾的安全，经费需要多少，要采购多少的武器，不管是飞弹也好， F-35 也好，或是战斧飞弹也好，都要一清二楚的向立法委员来说明来交代。结果你中央认为没问题的，你到你这边认为有问题，你这个机密会比国防机密更机密吗？我跟唐议员报告，如果议会按照程序，好，对于这个有机密等级的要我们做这个报告，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央认为没问题的到你这里有问题啊？所以我就跟你报告说，我不能在这边讲，我不能够讲，这问题在这里。三信一个金融的机构有机密到说不能在议会里面讲吗？那要问金管会，他会比公机密更机密吗？那要问金管会，因为他给我的公文是这样，所以中金管会给你的公文就是金管会认为没问题了才会给你公文嘛，有问题的他一定会在上面写嘛，那你很明显你是在刁难人家三信嘛，那人家三信总经理礼拜五就要退休了，那今天已经礼拜三了，那现在你要叫谁？叫三信总经理主席兼总经理吗？我刚才有提过，每一个单位他都有人事制度，出缺在还没有遴选出来之前，他有代理的制度。张局长，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再跟你讲了。你这样明显是推诿之责，你知道吗？你身为一个财税局的局长，三信是你们监督的，是你们管辖的，结果你竟然不顾三信总经理退休了，你。人家李监事一致性的同意了总经理的人选，结果你竟然不准人家，不准三信所有李监事一致同意让他们所提的总经理的人选，你们有意见？我对这个你们认为有问题，你还认为这是机密？这个不是我说机密，是金管会给我的公文上面就已经这么。那我昨天有问你嘛？你说你要跟市长报告嘛？我重大事情一定要跟市长报告。对嘛？你昨天跟市长报告了没？我昨天跟市长报告了。市长说怎样？市长认为这个事情要再研究。
还要再研究。是，现在都礼拜几还要再研究？还有多有严重的内部出现问题吗？或是有多大的瑕疵吗？或是有贪污舞弊吗？有没有？你告诉我。我想对于这个，既然是如果有的话，我没有话讲。是机密等级，我已经跟唐议员报告，我不方便在这边说明，好不好？好，这个作业程序是如此，倒不是有什么。你说的机密，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啦，有什么机密比国防机密更机密啊？它是国防以外的机密啦，好不好？这个是对啊，所以我说连国防机密都可以跟立法委员报告了。对，我就说如果议会安排，你这个机密是议会安排这样的程序，我非常乐意来跟大家做报告。啊，我非常乐意在这好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今天议会安排了我不来报告，啊，如果议会有做这样子的安排，做机密的好，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现在你们的立场、你们的态度，你是要叫三信合作金库在礼拜五总经理好来。我们谢谢唐议员的质询，陈金忠议员十分钟质询。多谢主席哈，本席咧想要跟咱这财税局哈，来探讨一下哈，有关于这个烟酒管理的一个问题哈。那我看你们整个的报告里面有谈到，你们在财政部办理这个烟酒专案的一个查缉的一个部分呢，成绩看起来不错了哈，全国第一名的有一次，那第三名的有四次。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期间是多久？是有这个报告议员，好，没关系，我是烟酒科科长，由我来答复这个问题。现在财政部啊，它的考核有分两种，一种叫做年度考核，对，好，另外一种叫做专案考核。那专案考核的话，它一年分五次，也就是有两次的不定期的专案，还有利用端午节、春节、中秋节三次，一共是五次的专案。那所以你这个是一年嘛，对不对？对，一年内是105年的整个查缉的绩效嘛，对不对？那就是看我们这一段。我说你这个写的一次跟三次嘛，跟四次嘛，是就是你讲的五次嘛？对，那就是105年整个查缉的一个成绩嘛，对不对？对，对吧？哈，对，就是说我们参加这五次的考评的一个成绩，不过它全国嘛，哈，是全国的。哇，好好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是，那你有关于这个不合法的这个烟酒，你们整个的查缉的标准是怎么样？是不是说明一下？我们不合法的烟酒，主要是它今天是走私的啊，就从海上走私进来的，这是一定要查的。另外就属于逃漏税的，还有标示不合格的、逾期的、广告不符合规定的，大概有这几种违法的类型。好啊，他们在陈列上，你们怎么去稽查说？他到底合不合格，有没有违法？请问是怎么？如果今天哈是在海上抓到的，那一是明显违法。那个当然不用讲啦，如果在市面，你现在主要在查的就是我说是店家嘛，对不对？对，你那店家如果查到的话，通常我们地方政府的烟酒管理单位是没有资格认定说他今天是。这个逃漏税的烟酒，或者是那你要会，我们通常会送到财政部合可的实验室，或者是今天原厂的进口商去鉴定说，这它是不是它进口的，或者它的内容物合不合规定，由政府合可的机关来做一个判定。那你们稽查一般出去稽查的话哈，的成员是有哪些人？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稽查都是我们科内的稽查人员，但是碰到专案的时候，我们会协请我们的警察跟我们一起配合参加。还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协助查缉机关，也就是所谓的海巡，或者是宝山警察，或者是调查站的调查员，
他们有案子需要我们配合的时候，我们都会配合他们一起出去稽查。我现在是谈你自己主动积极的去做查缉的，你到底会了什么相关的单位，然后去稽查？哦，一般来讲，那就是我们自己烟酒管理和稽查员跟我们的。你们有多少人力？我们一共有六个稽查员，每天都出去稽查。一个礼拜大概会排三次的固定性的例行性稽查，然后有各单位需要的话，再另外再排进去。所以例行性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是用乱的，然后今天在东区，明天在什么区是吧？还是怎样？报告议员，我们今天在年度的计划里面就决定了每个区要查几次，然后依据今天国税局哈他的一个资料，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在新营区里面，今天从事烟酒业务的店家一共有多少家，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国税局给我们的这些业者的资料排定稽查的行程，这样子才去从事稽查。业者给你的资料，你再去排定？不是，国税局给我们的资料。国税局给你们的资料。是的。好，那你刚才谈到国税局，对不对哈？对。那个你一般的税的问题呢？怎么一般因为以前来安内都是要找税嘛哈？对哦。那你们一般怎么讲？你们这个税是怎么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如果今天所查的东西，我们怀疑他涉嫌逃漏税的话，今天我们这个逃漏税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烟酒主管机关要管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疑惑，把我们今天在稽查时候所得到的一些证据，或者我们对业者的一些约谈的一些的内容，把整个案件移给国税局，请他来查，说他今天逃漏税，他有没有违反税法的规定，然后用税法来处罚他，并不是用烟酒管理法来处罚他。好，那你像你去年获得这五次，对不对？是一个的成绩里面，你查缉里面，他们到底我们台南市补税补多少？有没有资料？这个我们。可能我没有这个，因为现在的烟酒管理法查到了违法烟酒是没有补税的规定的。那你刚才谈到税的问题啊，怎么不用补税？因为现在查到违法的烟酒是由我们烟酒管理科直接就是没收销毁。那今天有没有逃漏税的问题，对不对？由税捐单位去判定，他说有没有合乎？你没收的是另外嘛，因为他你可能就是去商家啊，你有看到这个违法嘛，对不对？对，他可能没有开发票嘛，或者是什么，那你就把它没收了，对不对？对。但是你还是有所谓税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啊，一定是有的，那可能没有，对不对？我这个地方，老实讲，今天国税局罚了他们多少钱，补了多少税哈？这个地方我没有统计数据。好，就是，那我再请问一下哈，那个过期烟怎么来认定？过期啊，嘿，过期怎么来认定？因为烟本身就对身体有害了，是过期烟可能更严重啊。那你怎么来？现在过期烟的认定标准非常简单，它的每一现在按照国家的对烟的标示的法令规定，在每一个烟包上面都要注明说这一包烟在某年某月某日它就到期了。嗯，那现在按照我们财政部的一个规定是说，烟的有效期限只有18个月。只有18个月，然后呢，烟包上的规定就是说，那个日期就是那个18个月的到期日，所以说非常容易就可以判定出来说，今天这包烟到底有没有逾期，非常容易就可以判定出来。啊，目前这个情况严重吗？前两年非常严重，就是说几乎我们出去查一天的稽查，比如说查10家，可以查到大概有一半的业者，对于就是说我们的业者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权益，这种意识是不够的。嗯，那他不够的话，他烟过期或酒过期，他也不管。那我们去劝导，哈，去没收他的这些违法的这个逾期的烟酒品。我觉得这一年哈，近半年以来，这种情形已经大为改善了。就是说，所以较早食薰的人，啉烧酒的拢食过期的，对了。对，就是说，我们这也是保护消费者的一环呐。我们所以你们要加强在稽查，对不对？对，虽然烟酒对身体都不是很好，对，但它毕竟还是合法的东西。过期的话更糟糕啊！你刚才你抢的后一半以上，那个是非常严重的。对，非常多，很好查，很容易就查到了。但最近半年经过我们这样子宣导及你查到有没有罚则？什么？处罚有没有罚则？罚金啊，罚钱啊，是讲啊，那是讲勒令歇业啊，是什么的？是有罚则，可是没有到那么严重。而且之前对不对？或者是一换再换的，难道就请他对就会那会吊销执照会罚款？
会罚款，现在的规定只有到罚款，没有到撤销执照那么严重。所以一规变都无所谓的对了啦。就是说，当然你一而再再而三被稽查到的话，罚款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它就是累罚啦。你就是说，第一次是最轻的，然后第二次比较重，然后再第三次就更重了。好，好，谢谢。是。那我再有一个问题，你请坐哈。谢谢。我再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局长。就是有关于这个房屋税的这个问题哈，那我看连整个的报告里面哈，106年度可以增加12亿多嘛哈，12亿1000万嘛哈，对，那如果107年的话，要再调到65%的时候，可能又可以增加3到4亿，差不多到15亿了哈。那这些要来照顾弱势的，那当然听起来非常的感动了哈，很不错了哈，那。市民的荷包也是瘦的，真的是可以的哈，可以不可以缓调？不要暂时不要调，107年的时候不要调，今年就是不要调，可以不可以？65%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按照房屋税的规定来调，每3年它这个单价一定要调一次。现在哈，整个台湾里面有没有政府机关还没调的？目前。大概我知道，大概彰化县不调，只有彰化县六都里面都调了。六都里面目前就是台中市的意向还不清楚，还不清楚。那台北市不是有一个一些因应措施吗？台北市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台北市它有豪宅税，好，那个是很高了。好，那但是我这个部分你们可以不可以研议？为了我们这个台南市的市民哈，一些这个小市民。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建议不要调？有没有机会？目前已经公告发。好，谢谢陈议员，欢迎二轮继续询问。来，我们接下来曾顺良议员10分钟发言，请。感谢主席哦，那个局长，张局长，我伫遮咧看这吼，真斟酌个看。啊，我最近哦，有一挂资讯甲你讲，你感觉台南市真有？百业萧条，经济有做歹无？你的感觉啦，有做歹无啦？我是感觉最近，啊，佮加上这一粒一休的冲击啦，即马艰苦人想要趁钱的，拢减少啦。你佮想做一日啊，加班一日的钱，啊，落来拜六礼拜休困，佮来补两日的假，做一日多啊，头家要付出三日的工钱。劳工忙碌无当谈，大家下皮肤啦。啊，即卖安个开始，即个今年的7月初开始，房屋税要开始啊，要扣啊。人台中有11个议员呐，安尼讲个税扣相当人林佳龙、柯鲁要降税，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啦？你敢知？报纸上我有看到。哦，啊，你有看呢？啊，是安那安台南市拢毋捌安尼柯鲁过。台南市的经济，敢有比台中较好？敢有比台中较好趁食？所以遮就对啦吼。我看安尼，迄落偌清着偌市长就对啦吼。台南人对伊上大拥护啦，但是我毋捌看过伊真正关心过台南人，真正。我有当个时啦，看到伊哦，真正所作所为哦，看甲真正会叫个。敢那足简单，举出个例来讲就好啦。足简单，敢那一个登革热死112个啦，天灾佫加上人祸，敢那要求叫佮这些受难者抚恤20万，办不到。安尼甘愿摕过来1000万啊，去救熊本的灾害，这第一点。第二点就对啦，人台中家有够好趁食，你家去了解看卖啊。我每一冬上少爱去台中2摆。百姓做生意的，好有够好做。按台南了，底下你去看卖啊，一间一间拢一直要关起来，一间一间一直要关起来，是安那按
台南市都未当比较外县市，我唔捌看一个讲市长照顾台南市人生做安怎，所以我伫遮就对啦，甲你讲，恁这税金啦吼出来就对啦，迄个我咧讲啦，老百姓会足凄惨的啦，恁安那扣都扣遮有钱人扣袂对啦，伊家伊成本转嫁遮艰苦人尔，我甲你讲正经的啦，迄敢若像咧兴山路一间厝啦。凊彩大大的租人三万五，伫遐做生意的，一间一间一直关起来，干那要赚一个来纳税税钱，要不知啷赚啊？我真正袂来骗啦。所以恁伫办公室咧吹冷气哦，唔知影民间的股市啦。所以我是咧啊，你感觉讲按台南市就对啦，你啊唔教人你啊比拼一下。你看人咧比安较好赚钱的所在，财政拢比安较好的所在，人就会体恤民情啊。结果按台南市就对了，按个市长拢无咧体恤民情，这是第一点。我甲你讲正经啊，啊你茫含伊一一配合啦。我甲你讲啦，伊阁剩东湾尔啦，才会当抱伊个人就对啦，拄啊剩东湾通抱尔啦。东湾了，我看你要安怎抱，真正诶丢人，真正诶，这第一点啦吼。我阁来讲，我伫迄个八十一下就对啦，即、这个局长。即身心障碍，迄个八十一条第三条，身心障碍免税车辆清查，拢总有3544件，改为应税者1764件，迄、那个，即个迄个个1764件，即个人应该要纳税就对啦。残障个还阁无够可怜，这是啥物原因？你甲我做说明一下。是不是我请我的牌照税科王科长 来做实务上的报告，可能更清楚。好来好好啊，对一个。报告议员哈，这个补充一下，主要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那个身心障碍者死亡，或者是车主 死亡是占最大宗。那如果说他超过2400cc 以上的车级的话，那超过的那个 CC 数，他还是要补增这样的差额。那是因为103年的12月，他有修法，所以从104年之后，他就开始这个部分超过2400cc 以上的话，他就必须补增那个差额。好，这个是主要比较大众的。还有，如果超过那个那个不是同户籍，超过2等亲的这部分，因为他也不符合那个免税规定，所以这部分也是会补增差额。所以他加总起来就是这个金额。您抢甲含这个残障的都唔放过，残障的都唔放过。即马全部啦吼，局长我讲，你听者，全部来台南市咧包工程的，规拢高雄人，全部拢高雄人，拖掉啊高雄人，纵容外县市来欺负咱台南人，啊，电视台媒体负责人造神，各取所需。吃台南市人够够，笑甲含詹总也唔放过，詹总就咧可怜啊，无当趁食，安尼迄落，即该为应该纳税，啊爱1700几平，啊就拢总补征税额多756万8616块，詹总还佫无够可怜呢，较早。那你毋捌听一句话讲，有个囡仔生出来，规个讲个残障，佫兼有头路，六脚长手个佫无当找头路。报告议员哈，我刚刚已经有特别说明了，其实他主要补征的对象哈是身心障碍者已经死亡，他本来就是没有符合那个身心障碍。啊，我即马是讲，伊死亡啊，即马爱佫佮转为阴角哦。对他死亡之后就是继承人，继承人他都不符合资格了，所以他当然那个车子就必须要补那个。金额，好、哦，这是属于最大宗的。讲这个，讲这人较听会落啦，真正，那真正唔捌照顾过台南市人，恁实在是真正，含这个残障的过身体还阁有代志，还阁甲对缴伊的过生年，还阁甲对缴。是身心障碍者死亡之后，嘿，转为应税，这个是我们每年转死了都应该要纳税。这是身心障碍者死亡之后的。他那个持有期间，继承人持有时间，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变成应税车了，所以那是法规的规定啊。哎，继承人就从继承开始之时就开始要。啊，你看安尼够合理？
你会认为够合理？这个是牌照税法里面有规定，它没有符合那免税规定啊。你请坐。跟曾议员补充报告啦。这个是这个残障，它是有身份的鉴别度啦。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取消它的那个，不要让说，如果一个车没掉，我是无足了解，我是看到这小公啊，这身心障碍含，恁笑甲含六脚蹬手，恁笑甲就强要走路啊。郑议员，敢那我就强要走路啊，佮别人，这无甲你笑啦，你讲，佮无笑，啊拖掉啊，来这笑甲真正含食一顿饭拢爱歪头歪耳。在座恁坐伫遮，看对一个无拖掉过，若无拖掉过，迄头无正常啊！拢食饭啊去大饭店食，爱有停车场的，恁拢有咧贪污，啊无开开拢唔捌去吊过车，敢若阮服务处要吊几摆，你敢知啊？啊拢去人家坐呢？议员啊，你来，我调停吼，啊你慢下修理啦，啊恁互调掉，我去吸收啦。单纯就袂啊落水啦！你笑甲真正，你甲想，我问恁啊，恁的税率就对啦，恁的税率包括这拖条拢是嘛？敢是？拖条是交通的，一是算讲罚金的，无共。啊！你看像这敢会定你啦？像这拖条这会通过你啦？五个月我甲调资料，我调28000几台轿车，后多摆21500几台。啊！若照安尼，拄啊来签约三档就对啦，翘翘尻川的跋跋走，若照像即款浮吊烂吊就对啦，拄啊进额外算还有2亿。啊！台南人安尼无够可怜，啊！若去到遐叫一个面相，就搁往呛堵。所以局长，我咧讲啦，这个房屋税的调整，恁共完全推缩到90年就对啦。啊，建工就较迄落几。10几万户受害尔，有诶无诶？迄个补偿金去对缴，啥物货上济嘛5栋尔，按讲完全退缩10几栋啦。所以恁咧讲就对啦，拄啊恁讲恁对啦，这就是按市场。好，谢谢曾议员。很抱歉啊，向李坤煌议员致歉一下，刚刚没有注意到您是本委员会的哈，您已经这个按铃了。我们麻烦一下，帮我们顺序财经委员会调，抱歉调一下。那李坤煌议员，请质询，10分钟发言，谢谢。好，感谢主席。在财政税务局的报告哈。在地价税方面，内底说明比较少，比较少，地价税比较没有提及。但是咱去年底地价税有调涨，台南市平均调涨32.36%嘛，哈。因为咱财政税务合并以后，依照刚才的报告，以前的税务局做了很大的改变。嘛，得到了很好的绩效，那我就不请问你局长，我请问新化的主任哈，去年底，咱的房地价税调整，全市平均是32.36%，但是伫永康，地价税平均调涨多少？地价税？地价税啊，地价税已经征收完了，去年底了。去年底永康那边是平均的，大概是67%左右，平均了、哦。是。依据本息了解，永康平均差不多100%。这是平均啊，那平均平，那有些个案可能超过啊，也有低于67%的。本息就加交一倍啊。给到一倍啊！本席所遇到的个案有调涨将近200%的，你敢没相信？那个调涨200%哦，就是去年底缴的，是去年底前年的3倍，等于调涨200%。
所以虽然规个台南市地价税平均调涨32.36%，唔过永康调涨最多，永康调涨最多。啊，去年在新化分局，咱的地价税增加偌济？地价去年地价税增加的税增加多少？地价税额，大概有。地价税我怀疑你不了解，你了解以后，了解以后再跟我说哈。卖我别人了哈。你请坐。那我请问局长，咱去年地价税调涨以后，总共增加多少税收？干那地价税？怎么样？怎么搞没声音呢？不是还我们是系统怎么了？都没有声音吗？黎元，您要不要？我们的系统是怎么搞的？包括那个，怎么会没声音呢？好，时间停止了。要回屋。好，时间先那停止一下哈，黎元，现在声音应该可以了，你再试试看好吗？可以。好，去年地价税增加多少？大概14亿多一点。四亿块。咱今年房屋税是增加10几亿嘛？如果是刚才报告里面有房屋税，房屋税是调整以后。就调整的部分增加的大概有12亿多，房屋税12亿多，包括地价税一档一档增加偌济，这两个分开的啦，我知影分开啊，是，因为咱的税收地价税跟房屋税都调涨，是，调涨应该是增加税收最多嘛，对，拢总增加偌济，这两个加起来，你的意思是讲100、100零。哪一个年跟哪一个年比？105年的地价税，跟106年的房屋税，因为106年的地价税要到年底嘛，哈。那如果说整个地方税来讲是成长的不是太多，那个光是20-30亿的吧？那么因为那个增值税没有，增值税会减少，它是这样的，有的。这两个税当然是增加了，但是增值税还有契税会减少。好，目前是。你请坐。那我再请问新化主任哈，今年地价税调涨平均54%。房屋税。房屋税，对不起。房屋税平均调涨54%，但是一般是说了解，那应空调整上济。那你知道应空？房屋税平均调涨多少？房屋税的，因为应该明仔载后日税单就开出来嘛，是。那永康，房屋税今年的房屋税平均调涨多少？也是大概永康那边也是60%，房屋税是60几%。你也不了解好，好，你请坐，好，你了解要。了解啊，本席回答哈。昨天陈朝来议员提出了法规案哈，因为唔知议会即个设备有新的调整哈，无按铃就不能再继续发言，本席要抢要起标，我觉得有点委屈了哈，因为伊提这个案，虽然财政税务局长说抵触中央的法令。真侪议员嘛讲抵触中央法令修这案，他提这个法规案根本不可行。当然，房屋税，伊这个房屋税税率吼，11条、第6条来解释。不过，在第5条他的解释是，
各地方政府得视所有权人持有房屋户数订定差别税率。各地方政府可以订定差别税率。来，第六条，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得视地方实际情形，在前条规定税率范围内的独家第五条，分别规定房屋税征收率，提经当地民意机关通过，报请后呈转财政部备案。所以陈超来议员提出这个修正案，要他是说，经过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然后事务公告的，他这个要经过议会同意。但是昨天很多议员都反对，认为抵触中央的法令。但是依照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并没有抵触，并没有抵触。然后第十一条的规定，房屋标价标准价格由不动产评价委员会依据下列事项分别评定，并由直辖县市政府公告之。咱知影咱的台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较委员应该是市长评的嘛，市长评的。然后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要开会，这议题嘛是咱主管单位提出的，拢是咱市府主动。但是这评价委员伊敢违背市长、市政府既定的规定吗？所以陈朝来议员提出讲，依照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评定这个房屋标准价格以后，送议会，为什么我感觉他有抵触法令？所以昨天当然要护航的议员会说啊，抵触法令啊，啊怎样？你嘛上好都卖个修订，也抵触法令。不过依照这个法令没有抵触嘞，啊，没有抵触。所以我认为讲，不要每一项议员的提案，只要对起户有任何限制，那就全部都反对，不会呢？那在议会，如果这样的话，那就都不能讲反对话了，大家拢顺利讲。就像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我想伊嘛唔敢讲反对的话。委员是怎么评的？议案咱主管单位提出的，当然都通过啊。那议会就失去监督的责任了。好，给30秒，不用了吗？李议员，你不用了是吧？还要不要再讲 ？OK， 好，那我们谢谢李议员哈。我要向大会报告，很抱歉，我们议会的电脑系统有一些秀抖哈，所以我们让各位上个洗手间休息3分钟，我们再继续开会，让他们调整一下电脑系统的顺序。第一轮发言过的继续还摆在第一轮。好，我们先休息3分钟，谢谢各位。
OK 了没啊？你们 OK 了吗？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现在系统宕机了。那我们继续开我们的会啊！是我们把那个服务人员把那个顺序记起来就对了，财经委员会摆前面就对了。好，我们各就位。来，我们各自就定位。好，专委，请回位。好，我们继续开会。那个系统宕机的话，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把它这个手写下来，看那个顺序，要给我写对哈，不要到时候让我们又秀抖一次。没有，他这边还是好像他那系统搞不过来。OK 了吗？现在 OK 了哈。OK， 好，我们这个财经委员会，我们的洪玉凤议员请发言，十分钟。开始了吗？我跟主席跟专委抗议一下，不要考验我的体力了。啊，你哪不扬情啊？你有扬情啊？啊，是我耳康淡薄听。你休困。对啊，你也无眼睛啊，害我咧用走走，我袂赴对啊。我抗议一下哈。第一，第二，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我们如果开大会的时候，那个位置应该是市长的位置嘛？哈，如果市长有来的话，没有，就是现在烟酒管理科的那个五科长坐的那个位置是市长的位置嘛？表示说那个是比较接近核心，他责任比较重嘛？哈。那为什么财税单位那局长坐到那啊，那主计处长坐到那这三个白现在是坐到旁边还没责任呢？没有，这如果是我们议会的，我们要检讨啊，因为我们要给予官员适度的尊重，他才会尊重我们嘛。如果我们议会没有给官员适度的尊重，难怪他会不鸟你台南市议会啊。好，这那个时间把它扣掉哈。洪玉凤议员是针对整个我们内部的问题哈。对呀、啊，这是要检讨啊？为什么把两个那个主管摆在那边呢？边边他们不需要负责任吗？今天重头戏是他们两个呢，不是人家科长呢。好，洪议员，能不能征求你的同意，我们立刻调整位置？我觉得对了，来得及吗？应该给予适度的尊重了，他们才会尊重我们呐。好，对不起哈，好，下午调过来没关系。我想应该在这些小地方里面，我们也要注意的哈。好，那谢谢主席。好，请发言。那个，那个在呀，拍谁啦？我要请教哈，就说我已经提过很多次，我们四月份南民总是收到那个汽车的燃料税单嘛。但四月对爱交燃料税，牌照税，好、哦、牌照税哈、哦。那五月份我们有综合所得税的申报，同时也要缴纳嘛，哈、哦。阿兰金嘛，房屋税嘛是五月份嘛。对。那我曾经提过很多次，是不是可以跟中央建议，把综合所得税跟房屋税的缴纳日期错开？阿林的蛋的公黑什么一个国税一个地方税，都没当，为什么不去试着？调整一下，让我们民众的荷包的压力不要那么大呢？你到底有去中央讲啊无啦？五月份的啦。我想洪议员这个建议我是非常认同了哈、嗯。我想因为现在中央找我们开会的机会非常的少。嗯。好，所以我想下一次。这是集权啦，无啥信恁地方啊了对。下一次在这个全国赋税汇报的时候，我想。我会请同仁把这个做成一个建议案的。对啦，你要把它错开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四月缴税啊，已经缴到皮高寸了，啊，现在五月跟两种税做回来，嘿，压力有够大。你说那个薪水阶级的朋友来讲，他们压力真的很大，尤其是有些有房贷的朋友啊、哦、啊，然后我们一直很关心嘛，咱这届房屋税单是到底是
开征寄出去，还是单还搁咧写，还是这两日就会收到？你要还一个较明确的答案嘛？你昨也无甲我印啊？哦，今仔人就收到呢。那个，我是不是请那个财产税科的科长把这个开征的这个程序上的问题？没有，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收到啦？那个报告黄议员，那个房屋税单的话，我们昨天已经委托那个邮局下午开始。由高雄寄送到我们台南这里，所以可能今天或明天陆陆续续就会收到。今天或明天陆陆续续会收到哈。啊，那你觉得说这个民众收到税单之后，你们会不会这个陆陆续续接到民众的陈情或者是 complain？ 应该不会了哈，因为您知呀，就有信心讲，较影响十几万人呢，呢，干咪十几万人伫台南市的市民的比例来讲，无算啥物嘛。你们是不是这样认定啊？没有。当然，民众对我们税单他接到有疑义的话，我们同仁都会受理他们的那个疑问。好，有疑虑的话，那有没有机会调整？你请坐，这个就不是你的权限了。哎，那个，我安尼讲到有嘴，讲到无烂，已经讲超过半年以上啊。安尼到底是有调整的空间啊无？还是讲我感觉有疑虑？还是讲恁讲的讲？我去的幅度超过6万以上？才可以来申请分期付款。你说这分期付款是吗？对啊。分期付款这次是超过三万就可以。超过三万就可以。你要很明确告诉民众啊。非常明确。是总金额超过三万，还是说我起的超过三万？对，起的部分啦，哈。就等于说你今年106年接到的税单，减105年接多了三万的，多了三万，你可以来申请分期付款，非常清楚。那这样子的台南市的民众有多少户是超过三万的？超过三万的是吧？对，涨幅超过三万的。我一个统计表在。你讲全部起价是11万几嘛？超过3万的到底是有几万户啊？几万的人啊？我跟洪议员报告、啊。我跟洪议员报告。你跟大家报告，不要跟我报告啊。如果说房屋税增加了，自住的部分了，哈，但自用住宅部分增加超过3万以上呢，有25件。25件是，如果是自用住宅超过3万，那是豪宅啦，他也不在乎你超过3万啦。是，但是呢，一般就是说，我们都是住商合一的嘛，那现在的主楼是住商合一啊。比如说我中西区来讲，我们的一楼可能都是做商业用的，二楼以上都是住宅用的，都是住商合一的。那这样子超过3万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或者整个都是起底的租金引起哭烟孔哭哎？那个，我跟大家关心的可能就是住宅的部分了。好，住宅的部分呢，如果增加超过4000，就是4000块以内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分期吗？有占73%。4000块以内有73%。哎，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受到增加的这个自用，好，那就是超过4000的有27%啦。对。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说，就是4000块以上的，一直到3万块以上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哦，那搞不好他本来只交2000呐、啊，你一下子给他变成6000，那个幅度就很大。你现在不跟我讲比例呢，你只跟我讲列分界线是4000呢。原来的部分了哈，大部分我们的房子可以这样分了哈，如果是公寓了哈，30平的房子，大概原来在缴的房屋税大概在1500块左右。现在大概会到2000到3000这样子啦。2000到3000，就是说大部分的，如果是套地主哈，那如果他是1500块，你变成3000，就是那哪咧红记得出租去出水吧，别当去压熊呢，那个比例太高了。所以你觉得我们讲了那么久，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再做一个修正？如果说你今年的房屋税单已经开征了。那除了民众拿出来陈情，然后你们核算说有没有正确之外，有没有机会再经过这一个，开征以后是不是机会做调整？我看是死敌啊，给无法度啊了。要到108年，按照法律的规定，要108年。108年，你还在那个位置吗？的评价，你还在那个位置吗？啊，
108年市长已经不在他的位置，那局长我不晓得你还不在那个位置呢，因为这次的调幅你一直不愿意调降啊，不愿意做修正，到底是你的专业的坚持，还是市长的那个行政的支持的那个坚持啦？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说很久很久了，啊，也说得很大声，但是都没有听到的，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说，这整个这个税率调到那么高，税金起那么多，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后来我在民间走了一趟之后，我们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市长选举的时候，执政党选举的时候，票拿太多了，那个票太多，怎么把他的耳孔塞起来，把他的眼睛暗起来，所以他耳朵也听不到，眼睛也看不到，民众的心声，人民的心声，他已经听不到了，跟民众的距离非常的远。那他一直讲说是根据财税局长您的专业判断，但是我看人其他管区有在做修正，就是跟台南区坚持要照这样啊，啊，他拿出来那个挡箭牌就是张少元局长您的坚持啊，啊，您刚说大概如果有机会修正的话是两年后嘛，两年后市长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我不知道局长您是不是还在这个位置，如果两年后做修正的话，已经不是赖清德先生当市长，但是还是张少元局长的话，台南市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减给您百几点赔，有这个机会吗？有机会能够做修正啊？没啦，我没有办法答复这个问题了，哦，因为你不一定是局长，应该不是了，应该不是哦。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因为就是因为你的专业让赖清德那么坚持啊，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我不是，因为我的年龄也够多了。哎，你们超过年龄的还很多啊，超过年龄的政务官也很多啊。局长，你请坐啦。其实哦，实在是语重心长啊，只因为多增加了20几亿的税，但是台南市政府整个预算的控管并不是很理想。我不是说你们的支出控制的不理想，是你们预算的排那个那一块大饼分的不是很理想。有些非法定的支出，您因为有机会得到掌声，所以迄个所在比例占足高。正经法定的，你该压缩啊。足硬的，所以亲像迄个假收入户，也是讲人死亡啊，恁还阁要去人追偿，有即个遗憾的代志会发生啊。那最主要的，只多了这20几亿，是因为你们有一些阿萨布鲁的开支占了太高的比例，所以你要拿台南市民这11万人来开刀，我觉得对台南市民来讲，好，感谢洪永议员，再请王家珍议员发言。时间10分钟哈，来，局长，张局长，当然您是焦点哈。为了表示对本会议员这个我们自己在排列的一个错误哈，这个张局长，麻烦你到这个报告台来，局长，让我看更接近你一点，可以更看清楚一点。来，局长，请。好，麻烦下午本会同仁啊，把这个整个的位置重新做调整，局长。我们口口声声，执政党口口声声在讲居住正义，对不对？是。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刚刚本会同仁在请教局长的时候，您讲到台南市如果税收这个所谓的房屋税超过3万的话，他可以申请分期付款，是，是不是这样？分6个月。OK， 6个月的分期付款嘛 ，OK。那刚刚呢，我们也问到了，您说这样子的 case 到目前为止25件，自用住宅的部分，自用住宅25件。所谓25件的话，我们就设定这25件是您认为可以分期的，可是显然。台南市的这25件，我们可以把它认作是较好野人的厝。
喝雅郎他不需要分作六个月，当然你让他分，他有专业人士帮他管理资产，他也乐意这边省一点，那边可能他的投资就多增加一点。所以事实上来讲，你们讲的说有帮忙安排所谓的分期付款是好听的，是说得很好听，一般受伤的民众根本吃不到，根本没有办法减低他们的税负压力的。企业界可以。什么叫做企业界可以？企业它超过三万的。今天本会所有不分党派的民众议员，对于贵处、贵局、贵府那么的坚持，我们都觉得很大的不满。基本上来讲，我们今天企业界它是另一个阶层。我们看到的十一万户并不是企业界为主嘛，一般的升斗小民嘛，一般的居住大众嘛，这些居住大众他们兢兢业业赚了两三万，搞不好就要养活一家好几口，拢总可能加起来四五万块钱，要吃要住要上学要养房。我们一直讲的说，是不是能够与民休息，从民众的角度来想，贵局为什么如此苛刻台南人？何况我们台南人七成都支持所谓的民党政府，那你们拿出来的理由，譬如说财爷你这边拿出来理由说与中央政府的法令有所干戈，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包括就陈朝来议员的提案。局长，你们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贬义自己，自行阉割？刚刚我们一些同仁都讲了，包括的位置，我们都觉得说，当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它有一个顺序。今天的六都，尤其台南市赖清德、赖黄的六都之一，对中央政府没有发言权吗？您今天拿所谓陈朝来议员的提案，跟中央的法令似乎有所干戈。可是你们有没有去试一试？当初赖清德几百天不进市议会，跟中央政府所有的法规都干戈，他不是也一意孤行吗？他不是也觉得只要他对，所以千万人他无往矣吗？今天十几万人，不光十几万人，整个六都里面我们最穷，我们最穷。你去看看整个的市况，看看所有的房子要招租的情形，可是你们就去拿法令来糊弄我们大家，来做自己无能的借口。当然洪玉凤议员刚刚在请教你，如果赖清德不做市长，当然他不会再做市长了，那张局长你是不是留在我们台南市政府继续服务继续工作？其实留不留你我们也都清楚，还是市长做决定。你是不是就干脆直接明白地告诉本会，所有的一切你的专业都不管用，你的同理心都没有意义，与民休息是说假的，人民声音最大声，民党是话 gay。 局长，今天我刚听不下去，就是说你所谓的分期付款搞了半天只有25件，所以你能加惠谁呢？那有钱人也不需要，他当然就欢喜，反正他有专业经理人，一般的民众2000跟3000，对喝雅郎来讲增加1000，对一般的碳甲郎，对，就是贵1000，就是50%。王员，容不容许一分钟来答复？来，你请说。我没有考虑到，因为大部分刚才讲将近74%的人呢，他增加的这个只有不到4000块，那我们也想4000块要怎么办分期呢？就像上一回房地价税一样，大部分人增加在100到300，100到300，我们怎么办分期呢？是不是？我也愿意，如果3000块来办分期，如果对民众有真正有帮助，我愿意做啊。
局长，是你现在讲的话好歹有点人味。当你们所谓考量分歧的那个数字的时候，你们根本就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嘛，你们还是站在豪宅户的立场嘛，所以到最后你只有25户人家可以所谓的。如果王议员认为说是3000块，我们也来分歧。局长，局长，我们还是要讲，贵府一直到现在对议会真的这个议题没有蓝绿的问题，这个议题就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辛苦，我们真的应该与民休息，让大家日子过稍微好一点点。或者，你知道我们台南人最重情分。起码我靠人说怎样，我等候赖清德，结果他这样的吃我们喝我们，不替我们想，70%的人投给他，对不对？你们刚刚讲的那个话，就说好歹我们起码比较好一丝啊，对不？我们台南人就秀景哎，对不？起码比较好一丝啊，有什么不好？可是你们从头到尾咬死不放，搞了个半天说3万块钱，3万块钱加回了25家人而已。这个3万块钱加回25家没冲下面耶，跟11万户比是算什么东西？今天王议员你这样讲是，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公平了。来，您请说。好，我本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因为以现在大家的所得水准啊，我们是定，也许我们太没有说做得很精确了。如果说，而且我也判断常情了，好，就是说。假定说你判断错误嘛，否则你怎么会定3万这个数字来分歧？你们的想法是说已经给了大家一个缓冲了，那你要定一个额度嘛，对不对？结果你的额度定出来没有真正的加惠我们市民吗？你听我讲，如果我定3000块给大家分6期，它有没有意义？怎么讲？哦，怎么讲？就是有没有意义是你们决定的，还是民众乡亲的感觉？对啊，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啦。是吗？哦，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您现在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您在怎么样稍微回应一下这么多议员同仁他们替民众着想的美意的时候，你们的那个所谓的基础，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基础嘛。台南人，你怎么可以拿台北的标准来想说用3万3000对台南人搞不好真的他们就乐意来分歧啊？3000块钱，说实在话是物价越来越高，3000却很难赚呢。不是，来局长，那个王员，这个东西我们是考虑到一个实务上的啊。实务上是你方便，不是我们方便哦。你每次讲实务上，我们听了就生气。你们都是政府公部门方便，不是我们民众方便，不是我们百姓方便。对不起，来，请说。因为我们上一次房屋税是5万块，对不对？我们的方法也非常的简便，也没有很多其他的条件都没有，你只要多5万块，我就给你分期。所以我们这次考量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算是连企业界一起算嘛，是好，企业界的数字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企业界数？那个副局长，你就在那边报告就好。来，赶快报告给我们知道一下。企业界的部分是法人部分是2761件，这是今年房屋税哈。OK。超过3万块。超过3万企业界的嘛。好，感谢王家俊言，局长您请坐。局长请坐。局长在。也要不请坐了啊。我也是大姐。先征求大会的同意哈，因为咱早上一程到12:30，那现在第一轮还有4位议员还没有发言，是不是咱再去的议程，就第一轮到卢坤龙议员发言完再结束？同意哈，
那如果卢坤发言完是12点多，那我们就照那个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下午那个时间再继续开会，好不好？好。啊，请蔡委员发言。欢迎。如果讲完是12:45，那就1:45，因为照议程是休息一个小时吧。啊，好，请蔡委员发言。我爱甲阮议会同事娱乐啦吼，我想讲今仔日来无啥人吼，一早来等较紧啦吼。局长，您这个房税政策，我感觉是劫富济贫的政策。我讲给你听看嘛，你看有理无？哦，去年的专政咧乱啊，担心乱啊吼，乱啊买啊。都反正阮不管对政党的讲的吼。民进党可能较无啥讲，歹势去得罪偌清德啦吼。讲讲了，就调整分三档啦吼。哎呦，从尾下几日，恁就推出一个超过106年减105年，超过30000块的会当分期付款，无唔对啦吼。较多咧报我记也无唔对啦吼。拢总适用的4571户。其中2761户是公司，1810户是自然人。自然人内底中间符合自用住宅多25户，问对了哈。啊，你我甲算算咧，个即善良人要钱人较艰苦啊。因为您讲的超过4000块以上的较27%，吼，4000块以上的73%。简单讲，你做了咧，个咧骗选票，咧转借啦，吼、哦！你反逼到不得了，哇吼！全省大家把官职拢要推出讲，一旦分期付款，啊，分期付款，公共的恁个30000块以上的个拢有钱人交公司养个啊，吼、哦，免得啦，我都足认真咧听，吼、哦，咱副局长咧讲，我拢个记，啊，你咧讲我也咧记，啊，即摆王家正咧改逼，你咧讲，无比你3000块以上啦，吼、哦！咱个来搞分期付款，啊，您敢唔敢早提出啦？这你也能做数的嘛？局长，那个蔡委员，我跟你报告，您的想法就刚才王议员也是这样，一样啦。我们你们分期付款是用议会别的迄阵的氛围吼，才会大家每个要死啦，各个换。我想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这次做了。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好，我想我们明年还是会。没关系，我们会好好的。不，局长继续讲了哈。我已经答应王议员，我们明年会来。啊，王议员讲你答应，不要紧，我嘛感觉这个好德政，大互相了哈。是。啊，其实局长，你做其实讲吼，虽然咱两个常常以为你消灭了哈，讲的拢无同款啊，我嘛真欣赏你，因为即马政务官会当做到几岁嘛，不要紧嘛，照你的能力。我感觉拢无要紧，因为你也足了解。我要来中间，我有几个问题来请教。吼、哦，虽然议员咱单调来用一个是讲房屋价格评定，你虽然民众议员敢封杀了吼，啊，我不敢请点秘书。伊用一个是讲，你要起价要议会同意，卖讲市政讲偌济调偌济，虽然你咧快啦，你其实你会调200几%咧啦。原始的了，1005年4月，不动产评议委员会调整的为资料调过来800，那是在迄阵的民意高涨，大家在讲好坏恶质，恁甲市场阁共改的啦，无头调足济的啦。哦，我拢手头资料，你看拄啊，甲张世荣讲，哦，咱大清德市场负债偌济，先形成基金啦吼，用伊审计室的审查报告203亿，哦，973万。我建议啦，你讲爱做会到，莫来议会，凊彩讲讲咧，我莫讲你为何难啦。你明年偌清德要落任以前，203基金啷个形成咧？简单讲就是讲偌清德任来杂事，伊到底负债偌济，算个清楚。万岁伊就任的时阵，基金借偌济，落任的时阵基金形成咧，你做会到未？啊，迄是一个小啊，准我啦，清楚尔嘛，你讲做会到啦？等小了。个新的资料动算，要借开过来借，你做会到未？小弟加203亿啊，刚做会到啦。那个不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啊，跟好啦，局长，你卖个抵押给
洗来洗去啦。我讲小错哦，转嘴就歹听啦。干那讲这个小的新建筑报告的，偌清点做小做偌济，也有小嘛吼。咱赖市长不是讲一摆嘛？佮剩一百空二年几债无几债了，除了大家拢几债，税率税收拢断差四五十亿、四十亿、五十亿、六十亿拢咧借啦。因为咱财政无好，借钱我唔是讲歹，啊，咱中政府就无法度钱，互你去借钱，借愈济愈好嘛吼。啊，你甲我讲一单，佮我那一摆以为你就讲啊吼，咱以后税收会当加一百亿、两百亿，啊，你拢无看到，继续咧借钱嘛吼。啊！你今年嘛无，啊，明年最后一单啊嘛。恁讲好，不管恁讲跑后尾卖也好，恁讲的讲哦，咱这个中华城要卖也好，啊，咱拢无看到钱。啊，逐单我做议员到进，报着到进，逐单拢借四十亿到六十亿中间，税出税入无够钱。我唔是讲偌钱去卖哦，咱的财政无好嘛。啊，我请教你啦吼，昨日市长你讲的，即高中高工高职要收顿个代志，你有参加无啦？目前。昨天市长报告非常清楚。不啦，我叫你财政的啦，我做咱哥啦吼。咱市长讲的，不是干啦，讲的跳人员哦。政策我们就决定了。对啦，我是讲你做，咱的这是公德的代志。你这么个收回来，好的建设就进哦。我们遐附近的国中、高中、高中、高中来讲，啊，中央的补助拢无呀，伊想讲要咱收回来嘛。未门市你先做起来啦，市长你知是无？中央本来补助人家高中、高中那钱啊，这么讲来无，你要收回来啊？啊，不来啦！啊，咱会收未收？我拜托市长，一个叫市长，你是一个这良心事业啦吼，卖收了等下影响第一竞争力啦。你讲怎回事？这公德的代志，唔是啊？以后建设呢，唔是讲临时费用尔呢？建设也可能拢咱无时间啊，维修呢？那现在增加建设没有呢？我拜托你，要本着你交租给处，本着专业来去判断讲。到底收回来对咱是好啊歹？卖干那想讲要全部收了回来，啊，共饲袂饱呢？饲袂起呢？因为着基层学生囡仔就业权益呢？哦，我个人是不赞成，因为台南县台南市本来咱的财政较歹，啊，要共收回来无好啦，哦。这局长，你也有开会时，我拜托恁爱本的专业，卖干那好命收回来哦，到时饲袂饱啦，两万块讨无，三万块讨无，一个超长。四十间以上哦，阮教育小组咧开会，拢下拢无收你，一大堆拢无时能收你呢。啊，咱凭啥要共收回来啦？哦，我今仔日我看要阁讲可能下晡啦吼，局长，咱的负债千外亿，实质啊，我讲实的啦。恁做的讲达百几亿，我无咧管恁讲，我以心计处，审计署审的报告讲的为准，一当增加几十亿。啊，会当借问对啦，佮借个借，反正免行的，就反正借借啊，袂当借过来，较过来上班了嘛吼。这个能力袂歹，我也不爱交你争议啦吼。啊，你交我争议也无够，写伫遮。我即摆较关心的是房屋税，咱市政府会当做主的。明年你一定要像王家珍讲的讲，做法对较善良人有较做法，莫干啦劫贫济富啦。对有钱人，你提出的三万块是要对有钱人咧帮助尔，无钱人有啥帮助啦？我讲一听意思啦吼，你敢你用外国，赶紧的，大家咧骂啊，赶紧的，托人分期付款，哦，分期付款，可能有钱人咧分期付款，无钱人你是要分怎样，也无办法，要超过三万块啦，对不对？要超过三万块，你甲我讲，二十五号啦，二十五号啦，给我一分钟，给你啊，当然给你。问题好不好？哦，给你啊。第一个，你说那个两百多亿的问题，我跟你报告。卖个回啦，局长，讲房屋税哥啦，卖回啦，回咱两个个回十几啦，讲明清楚。你敢讲房屋税哥？房屋税的问题，好，我跟您报告，我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知道啊。好，我们当时考虑到地价税的时候，因为涨价的幅度虽然很高，但是金额都很小。哎、欸，100块的涨百分之，我知道啦，我讲过啊嘛，三对不对？啊，你当初可是要厌恶，你当初可是讲哦，赶紧的，我那推出一个减税，好，别谁讲我有减税，啊，减着恁都知影，你知嘛？知有钱人好康着，无钱人未好康啊！你是咧厌恶别谁，是我的观察你啊嘛，对不对？好，你说啊，就是说实物上，因为增加的数目很小，当然啦，增加10块钱对市民也是负担啦，啊、欸。哦，
但是增加一两百块。局长，我拜托你，看大，你看大些小块。分期呢？报局长，你我拜托者，你详细些大秘书，我来给你问。所以，等侬侬看电视，都无侬问我，讲我对你大些些，拜托你个大些小块，你比我大些，别谁讲你给他问啊？即摆我看大些，讲我来问你呢？啊，其实你讲详细些呢？好，好，那个房屋税这次刚刚我也报告嘛，涨价最多的大概自用住宅们大概在4000块以内的，大概有74%了。嗯啊、那当时我们也考虑到了3-4千块也要不要办分六期的、啊、那如果说今天各位议员的建议呢，我们明年再开征房屋税的时候一定要做，你答应公家征啊，你比那公会不剩小啊，不是感受了，感受不一了、啊、我好，谢谢蔡宜辉议员，局长辛苦了哈。来，我们接下来林美燕林议员10分钟发言。局长，局长你要干嘛？继续站啊！局长，等下我你慢慢去行。我听你浪费我10分钟的时间来啊，给你。来来，局长，我不是要骂你啊，我是要请教你啦。我唔知道你下班还是你有亲戚朋友无啦？你难道没有听到基层的声音吗？你认为房屋税、地价税算涨？你的周边的人，你都没听到人的一款的吗？怨声吗？干有？你有听到无？我自己也在骂。哈，你也自己也在骂。哦，那所以民怨四起，这是事实嘛？这是属性嘛？在很主席，那你当前民怨四起嘛？大家拢管的嘛？大家拢提，大家拢怨叹，大家拢骂嘛？我想不只是市民啦、啊，包括超商来来，包括产商啦、啊。我也有在缴房屋税。产商的，我跟你讲来，包括产商嘛，大家拢关的呀，大家都不来投资啦，闲啦，当造啊。因为地价税的关系高涨到30%啦，所以他们成本来讲啊，哈，他们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了，所以不只是咱的市民的荷包缩水，包括他们的就业机会。也就是减少，因为超商走啊嘛，无租房哪有落房？来，咱的今仔日我们的公告地价在6都平均超过30%、30%啦。我们台南市个比本来个个最受伤，就我当冲上面啦。但是你有看到吗？咱台南市市民呐、啊，我们每一年的平均所得啦，去年是我们是排行第16啦。所以讲啊，我们的所得是非常的低哦。那今天你台南的市民所缴的钱，比别个县市更加严苛。但是咱的所得啦，既然是全国内底排平民排行第16名，哎，当时是压后的啦。所以比人家付出了更多，但是所得的条件无法度去跟别人比啦。你有想到吗？这是基层市民啊。会心声啦！你怎啊讲诶？我们现在哦，25件哦，有分期付款哦，啊那利息啊那得证哦。我们一般大家知道分期付款的基准在哪里？就是要照顾迄个弱势嘛。你给他喝亚人啊，亚人伊所得有诶啦，伊荷包足侪啦，我何必甲你去分期？迄个分期付款，你叫分期付款是对无礼貌啦！你无尊重伊啊！我若有钱，你都要你叫我分期，迄个分期付款。所以分期付款的基准是建制到照顾弱势的一些族群里面啦、啊。你怎啊讲诶？啊，有三亿嘞，还有3000多块的，你对于你讲建议去分期付款，你唔知咩啦？搞分期啊？你讲你认为3000多块很少吗？3000几块足少吗？3000块的一个压力，他的标准负担标准压力在哪里？你认为足少吗？所以你应该。要看到基层的这个部分，劳工好不容易，你看咱的所得那么低，22K 啊，23K 啊，算新的家庭有短些个4-5万嘞，他也要负责养房啦，贷款的压力啦，还有小朋友的教育费啦、生活费啦等等啦。你给那里他买了一个房子，你敢房就是酸涨，地价税、房屋税酸涨，你对来讲。难得你讲迄几千块啊，几百块啊，对你来讲不重要吗？不重要吗？所以你的分期付款，你看我是把它定在3万块，我挑了真正俩工啊！你干嘛照顾这些人？
你干嘛啦？所以我认为啦，认为你是三金三角里面你是尖端啦，我们是要照顾基层的啦。所以局长，你的税单已经寄出来了啦。你再看来讲，我们配套措施要拿出来，你到去听去听一听，你要做这个配套时阵，你有去听基层声音无？你有去了解无啊？你改讲好来，我们再重新再规划配套措施出来。你不要告你，我们永远市政府是慢半拍啦，要人家反应，人家念，要人家点，你才反应过来。还有啦，我们在你的业务报告看到哦，我们之一要超额的征收里面，你说你预估房屋税能够增加11亿1873万啊，但是你11亿12亿多的这些超额税征收这个案这些费用，你做模糊，你有讲，你要坑你的，你刚才你有说到了，你是要说你要用在幼儿教育跟照顾弱势啊。但是你这讲，你要照顾幼儿、照顾弱势，我们也认同，我们知道。但是你不要叫鬼，你都没下，你也没有走，你也没写社会局，我们翻一翻也没看到。啊，那你是高台吗？是不是？对不对？教育局的预算。对呀、啊，教育局要照顾弱势嘞，啊，照顾弱势嘛，给，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的分配金额，你完全没有说明啊。你的细部，你的业务细部时候，业务单位去做的，但是你的分配税额你不说得清楚，你完全没有讲出来嘛。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你上面没有写嘛？讲得多清楚？你上面有写吗？因为那我根本没有看到。我可以给你这个。你给我，你为什么在公布这个报告上面没有写出来？那我要你提出来才讲啦、啊，对不对，局长？你既然你说的你做驾驶，你不管别人怎么跟你骂，不让人怎么跟你提议，不管你的怨声 多大，我就是要来做驾驶多大情况之下，你不要用这种的乱啦，有一点模糊 的焦点来欺骗我们嘛，你让我们觉得很难过，你敢怎样？你让我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在昨天那个议员的提案里面给他封杀出来，我刚把这台民进党党员，我真的替他们丢人呐、啊！长期来讲，我就是要为民喉舌，先期的说的是市民的头家。你讲的，当市民需要你替他讲话时阵，你用一个中央法制来法令来抵制工商委违反中央法令，你不是自己割火吗？你至少要有动作出来嘛！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六都里面。把人给当成闲人，就没当成。难道他们没有违反中央法令吗？啊？难道是这样子吗？跟他待不起吗？把人没把人有做呢？那我们接受到15年，人家没有呢。啊，闲人待不起的，等一下接受到15年。所以你们不要把一个那么大的帽子。来掩饰你们的没有作为，不管怎么样，基于在于民意代表的基础里面 的地位上面，我们要适度的要提出我们的地方上的心声，低修嘛，我有立法就会有修法嘛，你今天中央的法令有立法，你我们提出来，大家慢慢检讨嘛，一条一条哪边有违法，哪边没有违法，一条的去讲嘛。不是自己封杀自己啦，莫名其妙，这个案子竟然让封杀，你看咱台南市市委，这气到我靠，拢笑死人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说，你这个里面，我们劳工的一些，你对他们照顾上面，我希望你在税里，在我们这个税收里面，你要多用在这个基层上面，真的需要关怀的人。还有，我也看到你们这你在工作报告写的这句吼，我感觉这句可能我看袂用。伊讲，我们的所长和一级主管主动出击，利用广播电台节目来专访啊，来让税信透过空中交流，让我们市民更加了解。
我想市民绝对无了解。你讲的采取主动，这是你本来就爱做工课啦，什么采取主动？啊，个第二点，你讲你透过空中来交流，空中是阮伫外口才听你咧讲话啦。我就是就是你在空中上面，你透过电台来就是告诉我们的市民讲，记得我们的税收是怎么去收，房屋税、地价税未来怎么去征收？哎，市民听了一个，伊若无了解，伊是咩来给你回应啦？伊是咩来给你询问啦？所以唔是你透过空中，干啦人听你讲就好啦。你有当先嘛爱听地迄个市民的声音啦。所以面对面的传达，还有政策的这先导。非常的重要啦，面对面的都有在做。对，你面对来对动。上次林议员有跟我们建议说要去到各区。啊，那光讲上次见我两个都休息啦。都有在做。我到现场去看，小苗两三只啊，你进前到去做先导。那没有办法。你一定嘛没用吗？你在地方这么深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怎么没有办法？是你没做啦。都不会很有。没你把条路给你有看你头前。好，谢谢林美燕议员。接下来林燕珠议员十分钟哈，谢谢局长哈，就站在那边。谢谢主席哈，局长，我唔敢让你等你啊，我想讲你徛底下较像市长。因为这么讲哈，今天说你委屈吗？也没有委屈，为什么？你把税务局接下来了，能力非常好。我建议你也可以再把我们教育局。还有我们那个社会局在并在你的局处，共同你一个人当局长，这样你就比可能就比市长第二个市长哈、哦。我会讲这样就是你的能力很好。我想问一下局长哦，在我们你看一下哦，该快点哦，美燕姐，你这个拿开。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哈、哦，我们财税局。已经违反了禁止受集既往原则，在我们的公部门到底是税是税税税还是税税税？你既然已经违反了禁止受集既往的原则，为什么不立刻的改进？在我们很多民众请我们议员来告起户给他顶警。你们连理都不理，你认为说还是一样的，在今天呐、啊，已经有人收到了啦，你们还硬做，我不懂，法条的规定明明就不能再受集的，为什么你们要违法？我不懂，你一直在讲，你们没有把它追溯啊。没有再把它征税啊，我不懂哎、欸。民国九十年的地价税，跟民国106年的地价税差多少？法律明显的规定，你必须要在九十年课税，以那时候的基准为原则。可是，你怎么会用106年的这个税而去课到九十年呢？我真的不懂啊！那你们今天还寄出去了，追溯这15年。我认为说，局长，你认为说，你承不承认你这样是违法的？跟林员报告，溯及既往的这个事情，法律上也研究了很多篇，啊，那么并没有溯及既往的这个事情。你怎么没有？我请讲，我你卖混淆视听呐、啊！局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巫律师职业律师他所写的书啦、啊。在他这个书里面，他也请教很多人。其实局长，难道你不怕未来？好，我缴了这个钱成为事实之后，这些让你追溯到你受集既往的这一个事实，这些民众去告。我们台南市政府吗？然后到走到监察院吗？谈了你台南市政府的官员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在说没有，
法令上明明就有，你告诉我没有，我真的很不懂哎。我希望我们的议会法治在不在现场？法治在不在现场？在现场。法治没有在现场哈。好，局长，你回去研究一下。你涨税，你该怎么涨？只要你在合法，我相信我们议员不会刁难你啦。这个部分有请示过财政部，是财政部正式发文给全国各地方政府。财政部，哎，来哦，你讲到这个，我来，我又念给你听哈，我把这个，我再念给你听哈。经啊哈，稽征机关核定之标准单价不应再为变动。你民国九十年核定的，你怎么会用106年的去把它追溯呢？哪有这样子的呢？明显啊，这是应该房屋税限值之评定事项，在第三项。那是哪一年的公文？你是说我这个是哪一年的吗？是，我这个是民国九十年的啊。对，我刚刚跟你报告是103年11月的公文。那103年11月的你也不能啊。好啦，你现在跟我讲说这个103年的未来，我说实在的，我绝对会陪民众去监察院来弹劾你们，然后再陪民众去告你们。你一直说可以，好，你现在说103年的，那你追溯到103年嘛，不是吗？你溯及到103年嘛，你怎么会溯及到民国九十年呢？九十年当时的地价是多少？嘛，当时的房屋税是多少？你那时候的标准，你怎么会用来106年呢？这个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那个公文我可以提供给林议员参考。好，那个公文你们现在外供哪？或许你刚刚说是财政署是不是？财政部。财政部好，那是不是财政部你给他的公文的来往是不是不一样的？那这样连财政部是不是都错误的？是不是都错误的？我问你，法律的位阶？你不再按照法律的位阶，你按照财政部的给你给财政部的公文，然后你就认为这样是可行的。那中华民国定法律的位阶干嘛？财政部也是依法。那依法他是不是认为说你地方，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虽然你现在跟我讲的是103年，你现在是103年的公文啊，你为什么不按照说他，或许财政部当时回答你的是说你用103年的你可以，但是你有问他是我可以从民国九十年吗？我可以从民国九十年开始受籍吗？后令优于前令。你说什么？后令优于前令。好，那你既然说后令优于前令，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法令是你的意思是只说我现在可以追溯到九十年，那没关系啦。其实局长，未来这个真的让民众缴费下去，就成立一个事实，成立一个事实之后，民众就可以自主来提告，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也是前一个变成是一个事实。那变成一个事实的话，好啊，提告你的时候，提告台南市政府。那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会变成全国的一个笑话，好，除非啦中央挺你们啦。那我不懂的这个到底是中央该如何的挺，那我相信也有专业的人士在。那你既然跟我讲这样子，未来该怎么的再做应应，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跟说法。这个我想针对林议员刚才的咨询呢，这个东西的解套就是108年不动产评议委员会的评议，按照法令是这么规定。108年的评议委员会，那108年，我们这个好，我们的房屋税是3年开一次会，是不是？是。好，那既然3年开一次会，在那时候的定评议委员会已经定了，如何的再来做修正？他要重新评定。
那重新评定108年，他可以追，他可以既往，哈，可以既往到民国90年吗？我不懂。那时候的评议委员会来评定。那评定那时候就已经有讲了嘛，经稽征机关定定标准单价不宜再为变更嘛，不是吗？你们是稽征机关呢、欸，评议员会它只是一个评议委员会呢、欸，那我不懂，到底是评议委员会还是你们那个财税局比评议委员会还来得小吗？我们的标准是按照评议委员会的。那按照评议委员会，当然你要告知评议委员会啊，告知他说我们不能再受及既往啊，不是吗？那哪有说在受及既往的啦？而且一受及到既往，就是民国90年。你只要不承认你的错误，没关系啦。就像赖市长啦，不承认他那个不经议会登革热这么严重啦，同样我也去监察院弹劾他啦。你再这样的话，我也去监察院弹劾你啦。好，再来最后一位我们早上的发言议会同事，对不起啊，财爷，不好意思，您辛苦了。来，那个卢坤福议员，请10分钟的发言。再回来时间。好好好，麻烦一下哈，稍微等一下，卢议员。让局长喝一下茶。恁大家啉些茶，咱吃饱营养，还是讲你时间啊多，我是要。好，我们让局长先喝口水哈，辛苦了。啊、喝完我们给局长这个如同市长般的一个对待哈。好，请发言。局长，是，你当时要退休啊？我已经早就退休啊。你早就已经退休啊？是是是。啊！你刚刚回锅回来做局长，不是因为你是政务官嘛？因为是政务官，所以没有退休的问题，目前是这样。一般在像这段时间你所做这吼、個，拢我电视甲看会到的。结果我今麦发生伫现实内底吼，吼，我安尼看到你火拢要夹起来。这是当来我一直甲你要求，台南市房屋税追溯到15年，民国90年的房子。当作是新的房屋，现在在加税，这是不当的。加税，你爱加得让人感觉讲公平啦。全国，全国哦，都我讲咱台南市追溯到民国90年，剩的拢103年。汤，刚才你有回答，公文是103年6月发给我们台南市政府，可、就是全国中央发的全国是。103年发的公文，结果大家拢由103年开始加税。只要是你是建筑师，103年摕到私照，才开始加税，加全国多加咱台南市。啊，你多加偌千滴，拢袂用讲钱。恁一个讲已经也无法度选市长啊，两届到啊，是讲啊个唔免选市长啊，安那讲都无效。要予恁扣税，毋是毋爱予恁扣，爱大家甘愿啦。今仔日住伫台南市的乡亲，看到收到税单，4月22日个收到税单吧？4月22号吧？这两天嘛吼，看收到税单，你敢知道他们情何以堪呐、啊？你敢知啊？你头前啊，有议员甲你问。问讲民间即马足侪人，你要甲恁骂，你骂市长，你讲你家己咧骂，你要骂啥物人？我唔是，我有骂，不是骂。骂什么？我不是，你听错了。我算唔知你要答。对啊。你今仔身为一个官员呢，我知你要答啦。我自己也有缴。我甲你讲，人爱望良心啦。耳奉耳禄，来自于民脂民膏。咱今仔日领的是人民老百姓。会管钱，咱来替老百姓做一挂代志啊！唔是，全国都要教咱守礼。你今仔讲啊，其他的管区，那是追溯到民国90年，我今仔立这个钱甘愿。
独台南市，唯独台南市，甲追溯民国九十年，安尼是毋是欺负台南市人？局长，你甲罗清德是毋是欺负台南市人？你回答一下，安尼有算欺负台南市人无？谢谢卢议员的指教哈，但不能够这么说。无啦，其他的县市拢是都一百零三年才有加税。咱台南市是独民国九十年，咱嘛讲今仔日若厝若是伫北县市的，伫高雄市、伫嘉义市，搁再往上，拢唔免用扣着税，唔免用加着税，都加到了台南市。我们安尼唔是欺负台南市人吗？我跟卢议员报告。安尼唔是欺负台南市人吗？我跟卢议员报告。我们的房屋啊，房屋还有一个免税额。哈，你别跟我报告什么啦？我现在就正在跟你报告。哈，你今天你追溯到民国九十年，那个房子不应该加税的，你都已经把它加税了。我来跟你讲价呢。后来，你今天你我有的其他议员跟你问讲，啊，你加这的税，这的钱是安那提去用？你讲用是什么？用在小孩子的福利哦。哦，哈，两到四岁了哈。幼儿的，那安尼较早拢没有福利啦吼。啊，一万提高到三万。较早咱台南市所有的福利都没有在做，你给你摸一下良心好不好？你今天能够当上官员，你这辈子或许上一辈子做了很多的福报，做了好多的功德，你这一辈子才能够当上财政局的局长。结果你不是，会当卖扣税，你一直要扣税。苦口婆心跟你讲，讲唔好安尼啦。台南市民吼，即马即六冬来吼，伫赖清德的市长做市长吼，薪水也无加啦。各行各业倒一个薪水加，各个税务税金愈来愈悬。台南市的日常用品一工一比一工更较悬，结果唔是，薪水无加，日常用品加。日常用品、生活用、日常用品拢加，咱的税金搁加，啊，税金加袂要紧，若甲其他的关系合理，这是咱的义务。结果唔是，其他的关系，全国大家都到咱台南市，啊，你到底，你要若认真讲，电视较看会到这种二观呐，竟然发生伫现场。发生伫现代啦！你讲你今仔日，你今天做这种事情，你以后要安怎甲你的祖先交代啦？你要安怎甲你祖先交代啦？你不用加税的，唔免加税，你硬要甲加税，你安尼敢袂通？啊！今天苦口婆心甲赖清德甲恁讲，讲唔好加。台南市吼，市民的乡，即个乡亲吼，大家薪水拢无加，而且加这个吼，佫是全国咱的首例，咱会使卖加卖加，你唔是也要加，你安尼吼，对得起台南市民袂啦？恁像恁这种做法，咱领的拢是人民老百姓的薪水，结果做这种要认真讲吼，这种。实在是安那想都想袂到的。啊，恁即摆民进党执政如日中天，台南办会拢袂要紧啦，吼、哦，办会拢袂要紧，即摆其他的人拢袂使点灯啦。恁做啥物拢袂要紧，啊，拄啊听着恁的回答无对啦吼，较发觉就讲不要脸才是天下无敌啦。你看恁的回答那种，好像。我嘛是爱揽呢，你免揽无？你有共你有领薪水，你免揽无？问题是，遐其他的台南市的市民唔免加缴的。你敢知有个人一间厝也袂连搭贷款都也袂好势，结果你今仔日佫要加税，而且你还佫要加130%的哦，敢是啊？有那个130%对不对啊？有这样子的吗？应该是统一，比如讲，今年若交一万，去年若交一万，今年爱交15,000，对不对？嘿，对。明年爱交一万，平均啦，平均。明年爱交一万6,300，对不对？对。后年爱交一万8,000，对不对？你看，
那如果民国九十年的厝到1903年这段的啦，那是如果伫其他县市，都免用加了税，独独伫台南市。你讲第二讲什么？哎、欸，经过那个房屋什么税啊？什么会啊？经过什么会通过呀、啊？不动产评议委员会。不动产评议委员会通过。啊，内底所有的这些委员是不是拢恁聘请的？市政府聘请。对不对？是。市政府聘请嘛？啊，议员是什么人？一个陆美琪，啊，一个李退之嘛？敢是？是。啊，两个人同意嘛？是。哦，啊，我跟你讲。所有的不动产地价评议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是你们聘请的，你给他一个指示，有倒一个会去跟你反对？我跟你讲啦，今仔日房屋税也起安尼啦，地价税也起安尼啦，即个人民，即个老百姓吼，艰苦伫心肝内啦。难道你不感觉到有一点痛吗？你以后你像你安尼，你会当，你已经退休啊，你来做这木官，你个会使免个扣税，你也免个扣税。你今仔搁扣这无扣这税，台南市无得生活落去，无得人去。你看，迄轻轨，轻轨要开400亿啦，轻轨要开400亿啦，你看唔摕400亿，凊彩看到有需要，用个赶紧来使用，无必要的。哦，你看爱办会，办宴会。也是挂瓦当，因为我市的一些活动，干母，遐个卖板了，对啦吼，因为我市的活动，遐个卖板，遐个客客，水个免客啊，结果咱唔是，你家己想看卖啦。好，哈，谢谢卢坤福议员的发言，这个谢谢我们詹组长，张局长辛苦了哈。好，我们今天早上的议程到现在先休息到下午的1:50，再请我们几个单位，回到议事厅继续我们的质询。好，谢谢大家。